这都能晕到我。 哎，失误了，兄弟，不该一走。别过来了吧？那边也双杀了，兄弟。应该是在。不在。挡住他，别让他上来吃冰啊！你勾吧。 掉点血，让他少吃两个冰怎么了？他少吃两个冰就等于你打了他血量，你知道吧？有点亏，这波一上来，没事。就刚刚机场一闪，我操，坏了！你刚才确实该一闪的。不是。 就是他晕我的时候，你一闪，我就会净化解。我看你摸不到他，我就净化就不解了。他晕到我的时候，你净化，你要一闪的话，我一定是净化解拿输出的。但是我看你无动于衷，兄弟。我操，是 E T 的空的。哟呵，小姐，没人能。他杀你了。是不用挡的呀，兄弟，我有那个的。他晕了。 有进化了，有进化有闪的，让死亡亏啊！哎，别闪啊，闪勾八！啊，追不了了。你能一闪知道吗？我没意。姐，过来支线。 哎，别搞呀！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吃线，吃线，吃线。这兄弟，你三级了没有？三级了呀。他有闪现的，但是兄弟。塞纳斯也在。弄啊！塞纳斯 TP 走了，塞纳斯 TP 走了。 都追了噻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，老子兵线都不要了，妈的今天！好起来啦！受不了了，下路那个线得去吃，那个线我他们回推了。那他不跟我们对线了吗？我要去游了。兄弟，这个人为了补台炮车，把自己闪现没了。 于是，哎，但是我为了打工资里面扣20，能不能越他？能，淘汰6了，有进化兄弟。能越能越。跟人打一个越塔，那也得他交技能才能越塔。我那个预判一样，好晕兄弟。 对面的大招，我先溜了。886。啊！还能救吗？救不了。操！没啥，没进化，什么都没有。来绕锤子，那个宝石在这里。来，可以打到底，杀宝石。知道了。 我操！现在还是爽啊，卢锡安，这都能晕到我。哎，他失误了，兄弟。 不该一走，别过来了吧。
那边也双杀了，兄弟。哪边双杀了？或者你不出破败都行。子哥想分人头不可能，帮他拿小龙吧，我把线推了。被做掉了。善心不义，不会有天亮。打不死吧？兄弟，有点搞了，有点搞了，有点搞了。这波送了有点送那么大。你什么情况啊？到底？你给我把那种位置，不是在干机关呢你啊？被跳过去了，跳的。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你给我把这样子很难受的呀。这样子我塔要掉了。我在干嘛？这个易放的，哦，虽然有路径好像。我没事。来，我只能拉掉一个，然后你们看你们能不能搞定了。主要是卡莎起来了，有点麻烦。他们都下地狱。卡莎起来了会很麻烦。好晕，好晕，好晕。哦、他们这波 combo 有点好，我也没动过。瞧瞧这个，跟紧你。我要回了。走吗你？就这么简单。来，这波团他们在给机会，他们扫人的。来来来，塔那个青钢也没大的。看塞拉斯，他没吃到无敌。大留不住，其他注意一下吧，卡牌大快好了。有人能来吗？这波可以打，推人推人推！啊？没事，我能推能推，我马上打。我操！老一，绝对可以打的，杀他吧，杀他吧，杀他吧！妈的，好浪、啊！打牌能飞的话还能打，算我先吃个红吧。哎，我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、你逼我大龙啊？可以。来，打很快的。我帮死哥挡上 W 了。因为这个阵容好多 AP。还不走吗？走吧。其实还能打，兄弟。能打吗？杀他呗！杀他再走呗，打眼牌了。没有，这套装备不是主流。还可以推啊！只有宝石，他没有必要买中亚的。
定是输出拉满。也不是，他主要不该做 AP 这种的。我这个装备大招不痛的，现在，因为大招。他们打不动我，结束了。大招的那个子弹数量是根据暴击几率来加的，就是你暴击几率越高，你大招子弹数量就越多，所以大招就更痛。来，再来一把，纯流子，还行吧。